这一样哦，是群妖之祸。那他的话呢，这个是比较一般的队伍哦，所以他的发招速度会比较慢。那也可以就是慢速的去参考一下哦，像于禁用了直线破击，越禁也会用直线破击。好像神鬼莫测的时候，乐禁也是用神鬼莫测，于禁也是用神鬼莫测，然后张合也是用神鬼莫测。反而张辽没有出来哦。好了，直线破击。再来看一个哦，乐进，然后于禁也触发，然后张合也触发。所以这个应该是只有 60% 几率。OK， 就给大家参考看看。那我的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